要这样讲，年纪大人不老。如果看到我的爷爷奶奶他们，每天都很无聊，我非常不忍心，他们就坐在店里面发呆，然后甚至睡觉。我看到这个画面，因为我从小是他们带大的小孩嘛，所以我很难过看到他们这样子，所以我想要帮他们做一点点事情。刚好又因为我从小就有关注到我们家还有这个洗衣产业都会有遇到，客人把衣服拿来这里洗，结果并没有办法拿出去拿走的这个问题，突发奇想觉得说，如果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，可以帮他们不那么无聊，又让他们可以像穿搭像年轻一样，会不会他们会比较开朗一点？那开朗一点，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开心，比较健康。乡下人，大家拢捌我，拢会甲讲哦，恁即马最近真红哦。他说：“万红，万红。”而现在，我觉得好像可以为世界做更多的事情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或许 maybe 之后可以跟大家讲说，衣服的这个循环时尚的概念，不一定我们要一直买新衣服。那能够把旧衣服跟新衣服，mix match 起来就好了。有什么计划，我也还在构思，但至少，然后至少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可以让这个疫情的世界不再那么的稍微不再那么的黑暗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我对我自身真的蛮感动的啊。当然他们两个因为看到那么多留言，每天变得很开心，我就更开心了。对，ありがとう Thank you very much。 谢谢感恩大家这么关心我感恩谢谢